7月24日，禅心悦木全国巡回演唱会首站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召开，歌手霍尊作为演唱会表演嘉宾特地到场助阵。据悉，禅心悦木是由众多热衷公益事业的企业为帮助残障人士融入社会、参与社会而打造的一场具有中国风的视听音乐盛宴。正因能帮助到这些残障人士，霍尊在被邀约的第一时间就答应出席。其实特殊的意义的话，就是我刚刚其实都已经说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参与这样的活动，我个人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我希望能通过自己来传递一些正能量给整个社会，希望那个所有的残障人士能受到更多的关爱，所以我希望我能做到的也就这一份绵薄之力，能通过我的歌声能呼吁更多的人，能唤起他们这种关爱的心。如今第三季《中国好声音》正在热播，同样作为选秀节目出身的霍尊，坦言一直有关注《中国好声音》，也并不排斥再一次参加选秀节目。我觉得是，好声音每一年的每一季的好声音，它都不缺好声音，所以我觉得只要，怎么说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还会去看一下。目前的话没这个打算，如果以后有这样的好的机会的话，适合我的话，我觉得我可能还会去参加。优酷全娱乐上海报道。